场地禁足七年，好像也是蛮酷啊。七年前在这边跟着嗨的，就你们嗨的、啊，还敢给举手嘞？我真的回来了，被一个场地禁足七年，好像也是蛮酷的啊，有没有？但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七年前有在这边跟着嗨的，就你们嗨的、啊，还敢给我举手嘞？杜笃之大师。他被我们凹来做演唱会了，真的很震撼。我觉得，我觉得那个开场啊，我自己在事先我都有来看过，然后也听过。你不觉得很像是一个艺术作品吗？好像可以拿去比赛还是什么的。你们都是主角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